这么麻烦，与其费尽心思修复，不如直接炼化它。与你无关。果然，五妖还在他体内藏了一手。 也没用，晚喽。道气的威力，你再清楚不过。崩散失控了这么久，就算是神器也撑不住。一句话，这小家伙没救了。是，兄弟们，再加把劲儿，把机制破了。家里的灵宝都是哥儿几个的。 大哥，大哥，哼，就你这点本事，想跟爷爷握强中国琴？哼，好，怎么回事？看来炼化开始了。 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。三公主的血压，三公主自己人都不放心，还要血压时时盯着。这回神器我替你拿了。叶枫，我来之前，你可千万别死啊！ 道人，您认？不错，真不枉我用小鬼引你过来。红姐姐，小心！玄玉，我又动弹不了了。纯正的灵力，我先送他们下去等你。没那个本事。 道气的输送中断了，你早在小鬼身上动了手脚，哼，还不算太笨。中断我和小鬼的联系，费了你不少道元吧？杀你，足够。是吗？你还能什么道气？一个气灵而已，我可是无灵之界的主人。 何愁没有道气？血焰道气，小鬼，小灵，大哥哥，主人，他有点怪。小鬼，原来你在这里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姐姐给你揍他。 小师傅，天力，怎么回事？道气，对不起，他被人控制了。啊！主人，你们应付不了道气，交给我。
下惩治你，让你们对着小丫头不好下手。杀人还要诛心，有点手段。捆敌阵。乖孩子，只有哥哥能治好你的病。如果你离开了哥哥，我也不离开大哥哥。哼，老弟呀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。本山走那次，你把哥哥挡了一刀；三仙盟那回，又替哥哥挨了一击。阿龙门那帮老道士对哥哥不敬，你不顾重伤，连夜灭了他们。还有灭天玉宗那次，可谓是九死一生啊！主人，有人在哭。有老弟你在，我去，小师傅，那不就是你刚收拾的人吗？大个子在干嘛？你现在就这么死了，让我去哪儿？去哪儿才找条这么听话的狗啊？那就先送你下去，给我师妹偿命。偿命啊！我倒觉得你像是在送死的。这些见不得人的小伎俩，这么强悍的肉体，不知道划上一千刀又是什么样子。慢了慢了，反应太慢了。姐姐要用尽最后的手段挣扎吧。醒了，别怕，现在我们都在这儿，不会有人来欺负你了。姐姐，我没事了。嗯，没错，你现在很安全。啊？你快跑！那些坏蛋要害你。好，什么坏蛋？就是，反正很厉害，你会死的。你们快走吧，快走。是吗？他们到底有多厉害？随便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就等着被抓起来。啊，争取啊！